查一下本来长什么样子。拿旗子啊，这好难，好难模拟哦。完全在弄，这样吧。算了算了，就这样。好难哦，放弃，随便盖了，反正巧克力拆嘛。你不要乱来，反正巧克力拆。对，反正鬼鬼拆嘛。好好干。哇！嗯，记得猜题也要猜八个字哦。嗯 ，OK。蓬蓬裙，妈祖怎么可能叫你做这个啊？哦，是梦到，是梦到啊，不是叫你做梦到，不是叫我做梦到。妈祖不是劝人为善吗？你妈祖怎么会偷梦你这东西啦？妈祖就厉害啊，他告诉我说你不要再做这件事咯。陆先生。好像跑错棚了。我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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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鬼你小心会断线哦！断线了，小心别断线，断线哦！妈，不要再乱搞哦！妈祖托梦说不要乱搞哦！哎，嗯嗯，又改一下。不行啊！这个加点，哎，我们以前用什么颜色我都忘了。哎，拿这个当成那个东西。红色染料，白色染料跟骨粉有什么差？一样的啊，骨粉要先分解成白色才能染色啊。对啊，那个骨粉现在不能染色了。哦，瓶盖太小。哇，这个好像盖子有点烂。这要怎么用啊？黄色吗？想要怎么盖盖比较好看一点？啊，不会用。嗯嗯。哎呀，纺织机哦，现在。好难看，大家感谢。好，就这样。哦，不改，不改。现在这么方便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难。哦，纸片已经盖好了。嗯，好快哦。哇，快速。像那个纺织机好好用哦。织机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有一点意思，对，感觉这东西超赞的。哦，就那个做旗子很简单了，现在。哦，可以自己挑不是吗？对，未来试试看，好的，不用背东西，要用纺织机。啾啾啾，不错不错不错，
就这样。这都我盖反的。神这么大一个人，懒腰啊！要死了要死了！哎，卢米，雷体好难盖哦。有吗？啊，连繁星都哀嚎了。繁星这个明明就很简单哦。哇塞！他刚刚也跟我说简单。就是有虾有鱼的吗？有虾有鱼有抱枕嘛 ？OK 的。哎、欸，这次真的比较正常了啦。这次真的很正常。应该可以。懂的人就懂，懂的人就懂，懂的人就懂。通常不会，那通常不会懂。不懂。我有跟你讲，我一定又不懂。我觉得露米就不懂。我一定又不懂。啊、你在我后面。我看一下哦，哦没有，在后面了。哦，太好了。谁盖我的？谁盖我的？然后，反正不是我。欸、不是我。那个题目是我出的。我盖你的、啊。没对耶。就你盖我，你还在那啰里吧嗦。我刚才不是说这是我对的，不是我刚刚我刚刚我刚刚我刚按 tab 的。虾妹是不会看电视的啦，虾妹不看电视，那才不管懂政治、欸，那直接他才不懂不管政治是不是？对呀，傻眼。我们又不是初选总统哦哟！很伤心。感谢哎、欸欸，都好了。好啊、感谢超级留言、啊，按下去就对了。按下去。分钟。很久吗？妈祖有准许你们这样玩吗？随便，就这样。里面还有很久吗？嗯，好了，快好了。刚刚也这么，帮帮你啊！哎呀，你真的看好啦、啊！地板要怎么变换啊？那个指令，我记得有书吧？他就等一阵子，然后我不太理解。哦，这个最可怕，国旗太难盖了，哇，随机造型，会用耶，只好自己打指令。你放一个地狱星就好了。好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这样。哎、哇先换衣服、哎、其实我已经把书都丢掉了可惜长头发是不是、啊、哦快好了感觉对啊对啊，这个一定要头发，这不用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哦哦哦哦！哎呦，我觉得巧克力会被挤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我的场地突然变得 好怪的东西哦，糟糕了！弄到别人场地了，我下灯，为什么会变成箱子的、啊？箱子、欸、不见了、欸！不要砍到别人，什么东西不见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变成场地比较乱用啊！我好不容易盖好，不见了！就是场地突然空掉了。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下。为什么？直接不见，好可怜哦！哇，叫你存档吧，你看，我怎么存档？随手 Ctrl S， 好奇怪、啊，抽力。等一下他，等一下我要看他的，我不应该那么爽。哎，那个妙物之剑要怎么用啊？什么东西？那个剑吗？没有。那个剑，我记得好像是杀动生物的，有错误才要杀掉、欸，哎，杀动物的、哦，杀动物用一下就可以砍掉，哦哦，清除，没事啊，我没有干什么啊，嗯，上啊，鬼鬼，什么东西开到好了好了，我真好了，我好了再换一次，按了，好好好，可以按了。啊什么啦？马祖托哦哦，马祖托梦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卢米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？钱？这是什么？地板是你放的吗？地板当然不是啊，你可能是我被按到，或者是有问题。不要管地板，不要管地板。那地板上面又可以按吗？干什么啦？就不，地板上面有一个东西是有用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没东西啊！哎呀，变暗了，变暗了。哦哦，好屌！嗯、这上面有什么体质啊？这个吧，我的是团团的嘛。哦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不错。What？哎、欸，卢米你懂啊？敢这一定不懂啊？撞题的啊，你们！而且要八个字哎、欸。哇不啦，龟龟什么？啊，我觉得可以耶、欸。这里面真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吗？看不懂。吓到我！八个字。为什么他头上有这个东东？什么啊？效果。地板上什么啦，秋风很难，对不对？太难了。什么？这些人到底是？我猜好了。我觉得这太难了。哇，纸片突然好快。好了，八个嘛，八个将猜了。好、哦，我抽到八个字了。团团这个应该不难吧？凑到八个字。我也抽到八个字了。这个应该没有很复杂吧，团团？我觉得这个很困难。那我这样猜了啊，这样好了，八个字 ，OK。啊，那个巧克力你不要抱怨啊，因为题目就是出的怪怪的。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、啊。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应该啦。反正会歪嘛，你们不用想太多。好好，一定歪。嗯，对不对？不对不对，好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可是这个，这只能呈现这个。我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就直接绕跑。好，可以。啊，看来已经歪了。对呀，绕跑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就绝对不是我的意思， yeah. 就这样了，就决定如此了。那绝对不是我的意思。哇，纸片人好恐怖哦！哦，白痴哦，撞题了啦！哎、欸，你们真的没有梗哦！哎、欸，那个要怎么盖？怎么盖？可以盖出来了，撞题了啦！要还原。要去买的啦！大家都是乐透，对不对？你们只有这个梦想，是不是？这么肤浅，这个好难哦。我们就是肤浅，你们这些肤浅的人，还真的一样。
真是的，怎么看？大家都想中乐透啊！到底有几个？因为中的人太多，所以他分的没有多少钱。好了，我盖完了。以前那个王牌天神有，又拿100块。是什么题目啊？有，王牌天神演的都在你们身上发生。我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？我什么什么简，什么容易中的？他前面都是这样，我也只能这样，你就加油吧。哇塞！我觉得很好盖啊。笑死。结果那个二奖拿的比头奖还多，有吗？都分光了。啊！其实我忘了数字多少。盖完了，我要盖妈祖好了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个发言好猛啊！太强了！然后你看，我是